参观校园的吗？ 参观行程结束了。 从错误中学习没什么好可耻的，这是我特别调配的。 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到户外教学。
从错误中学习没什么好可耻的。我的牙齿可真大啊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饶命。一场，参观校园的吗？再加考一场。从错误中学习没什么好可耻的。Come on.
救了。严兴，退下。莉莉安，别搞错了，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教我。没有人可以免费旁听我的课。我闻到鲜血的味道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能和你跳支舞吗？这真是出乎意料，是我特别调配的。
已经尽力了。严兴，对上，是戴琳啊。严兴讲师，我们交流交流吧。但你对元素的理解非常有限。参观校园的吗？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怎么了吗？参观行程结束了。
行程结束了。